小狗惯常案例。义工马老师家小狗点点于八月中旬体力衰弱至不能进食，四肢无力，决定使用姜汤灌肠。15克干姜片煮至约700毫升，用第一遍的浓姜汤灌肠2次，每次约100毫升。下午灌完后即可站起缓慢行走，到晚上以行动自如正常进食恢复常态。